还有。上周超级偶像首次将摄影棚移动至台中，在中部朝阳科大进行海选复试，最后圆满成功。为了寻找全台湾的好声音，今天超级偶像将在哪所大专院校展开征选呢？创校至今将近111年的国立台北教育大学，音乐人才众多，而社会组与外校的歌唱好手也已重兵集结，两派人马正面交锋，北部海选复试战火一触即发。这也是我们的大头苍线，我们照你。这就是我们台北教育大学七个系的精英冠军。阿丽嘞。哇，好可怕哦！千里有狼了不起啊，你有狼我也有狼好吗？来，没有三两三哪敢上梁山，我们就是来踢馆。我有长腿妹，我有肌肉男啊，不怕不谁怕谁啊。学生时期最优最棒的大学是哪一间？我北大。Yes， 没错，我们超级偶像每次到的地方都是第一名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从我们国北教大毕业的学生有多少人？有多少人？有十几万人。哇，而且可以说是遍布海内外。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都出自于国立台北教育大学，你给我对不对啊？我们现场来了很多来宾，我们一一为您介绍。好，有请校长林兴发博士。好。好，学务长翁子林博士。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林延旦博士。体育系系主任蔡正杰主任，交警系系主任林耀胜主任。哦，各位来宾好，你们好。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我们国北教大的校长为我们讲几句话，掌声欢迎。掌声欢迎，校长有请。两位主持人，你好。我们评审老师，翁学务长、林院长、蔡主任。林主任，各位师长，各位贵宾，各位同学，大家晚安。超级偶像已经变成世界华语地区都可以看到的这种节目。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是一所师资培育跟艺文的一个学校。那台湾地区大概有1/3非常有名的艺术家都是出现于我们学校。我们学校目前有十几万的这种毕业同学，分别散布在我们海内外各个地区。那今天非常荣幸，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能够跟我们超偶一起合作，共同有这个机会让同学能够表现。同样的，也利用这个机会，欢迎我们社会组跟学生组一起能够来参与。那我们预祝我们今天这个活动都能够非常的顺利，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校长，谢谢校长，谢谢。哇，姚校长阿力共，人才真的是非常多啊，校长好帅啊！今天邀请到三位重量级的评审，当然有重量级的封号，我们称之为甜蜜蜜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位就是我们深陷爱情甜蜜蜜的音乐才子黄淑俊老师。第二位当然也是甜蜜蜜喽，也是全台湾最性感、最有魅力的男人王志平老师。哇哦！接
下来第三位就是我们的评审长，是非常幸福，那也是神的儿子黄国伦老师。哇，国伦老师好。比赛规则：选手们依序进行演唱，三位评审亮灯，演唱完毕后亮一个灯以下即过关，亮两个灯则由评审团决议是否给予加分机会进行清唱加分，若亮三个灯则立即淘汰。本次北部万人海选复试分为社会与校园两组进行，究竟有多少人能取得进棚录影的资格呢？把你的亮点做出来，不要害怕，不要紧张。除了未来你可能成为发片歌手，一不小心你还可以成为评审老师的老婆，直接可以从选手变成师母。我们首先非常恭喜黄淑俊老师抱得美人归，新婚快乐，大家掌声，掌声鼓励，恭喜老师。成为师母的机会在我这边已经没有了，那就要看其他的评审有没有这个机会。我们希望王志平老师加油，接下来就看你了。吗 ？I will do my best. OK， 所以今天各位同学拿出你的实力来征服评审，征服观众。好，我们谢谢国伦老师，谢谢。好的 ，Suki， 你知道吗？国北交大除了会念书以外，还有呢？还会唱歌，还有呢？还会各项才艺。哇！所以我们现在在比赛前，让大家暖身一下。好的。我们邀请到这一团非常厉害，是我们2010全国扯铃团体组的冠军。哇！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参赛者，三位评审，还有我们的同学，你们好。我的名字叫做黄淑维，那我的小名叫做小宝，宝贝的宝。曾经拍过了一些广告，但是我现在呢是当讲师，我不是在学校教书的，是在教成年人。教什么呢？例如哦，我举个例来讲，我今天有带道具哦，这个。是个很硬的马铃薯，同时我今天还有带领一个，这个 Seven 都可以拿到的吸管，
你们相信我可以把吸管插进马铃薯吗 ？OK， fine， OK， 好。但是同学你要相信我，我要让你们相信自己，找寻自己，因为真正的犀利是勇敢的做自己，不要怕，好。然后因为待会我可能要拿这个道具，我可能要请同学帮我数一二三，可以吗？相信自己，你就可以做到。请同学帮我倒数，谢谢。老师，我接下来带来的是 B 的转身之后。好，你现在可以直接转身就走。OK， 好，你要唱对不对啊？请开始。和你相约在城里，有些事想说明，这段感情已经度过难题。我知道你想逃避，不想问不想听，这段感情已经快要暂停。听我说，从今后我会一个人生活，没有我的时候你要一个人。我个人认为黄书伟同学你很有勇气，你拿吸管要插马铃薯，但是没有插过去。你唱歌也跟那根吸管一样，没有穿透力，比较没有力气，而且音准比较差。但是你很敢表演，很有勇气。苏俊，一切都是马铃薯惹的祸。我觉得它影响你的心情，它造成你心里的阴影，所以你的后来的演出呢，也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。当然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你那个马铃薯那个到底点在哪里，但是我也并不准备给你解释的机会啊。你有加问题吗？请开始。不如这样，我们一直拥抱到天亮，如果关怀始终不长，还有什么值得原谅啊？倒不如这样，我们回到拥抱的现场，爱情。Sorry， 下一次来比赛，先把马铃薯练好。OK， 你被淘汰了，谢谢。